大姐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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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么缺德呢你啊？啊，陈振峰，大姐，你坑我是不是？我坑你啥？都快把我憋死了，你知道吧？那行了啊，你好好看看，你好好看看这个手机，你看你好好看看，哎哎，这不是你？闭嘴！大孩，哎，劈叉2020对不对？对，白色的对不对？对，给你。哎呀，咋捞上来的？你等会儿啊！我今天啊，我眼看着你自溜出溜到冰窟窿里去了啊！我没管，我就等着他俩把你救走。啊、为啥呀、啊？我知道你手机也掉里边了啊！我一猛子扎进了冰凉的河水里，但是我热血在沸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帮你在找手机呀、啊！我下潜，我下潜，我游过了扇贝，游过了海参，游过了粉丝。大姐夫啊，你是不是一猛子扎佛跳墙里了？不是，你还吃过佛跳墙？我送过佛跳墙啊。那我就理解了啊。这时候不能想这些、啊啊、不想不想不想，这时候是找手机、啊、哎，找手机，我找手机、哎、我下潜下潜，手机在哪儿呢？哎呀，我灵机一动啊，我为什么不拿我的手机给他的手机打个电话、啊、赶紧打呀。于是我拨通了你的号码、啊、对对对对对，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噜，不是咕噜噜咕噜噜，这啥动静啊？这是你手机不是进水了吗？哦，对，我忘了。哎呀，在淤泥里边啊！哎呀，快，我把你手机给捞上来了。哎呀，谢谢二姐夫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二姐夫，哎，我这手机屏保咋换了呢？哦，进水了。那我媳妇儿咋还换了呢？进水了。我这媳妇儿怎么长得跟二米粒似的呢？进水了吗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二姐夫，这是你手机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们都是好人，但是我必须得找到我自己的手机。哎呀，大孩儿，顺风，控制住！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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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孩儿，过去。大姐夫可真得跟你生气了、啊。真是，不就是个手机吗？有这么重要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一直在城里打工啊，很少回家啊。每次回家，我都用这个手机给我女儿拍一段视频。这段视频呢，就是我女儿成长的见证呢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在外边再苦再累，只要晚上躺床上一看我女儿的视频，我瞬间就能充满电。你说我这手机我能不找着吗？我呀，这样吧，来来来，都过来，哎，都过来。啊、那个顺风，哎，这样把咱们家那个游泳圈找出来。好，好，小美玲，发挥你的游泳的特长。好嘞。王小强，回去弄根粗绳的，咱们全家帮着大炮捞手机，走。放心放心，谢谢谢谢。这是不是你手机呀、啊？哎呀，这是我手机。哎呀，我刚才要洗衣服，刚往盆里倒水，我一摸，哎呀妈，怎么还有个手机呢？哎呀，进水了吧？哎，你衣服防水的，没进。媳妇儿，你立功了。呀呀，我家人给我发视频了啊！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看看看看看看。哎呀，看看。爸爸，你怎么又不回家呀？哎呦，我想你了。哈哈。那个、哎、你好你好啊，你爸爸今年过年呢、啊、在我们家过，我们是欢乐范米粒大家庭，我是赵刚子。哎，宝贝儿，我是钱春风。我是你二米粒阿姨。我是大米粒。我是小米粒。我是王小倩。爸爸，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年是不是不好玩啊？好玩，孩子，你爸爸现在学会那个憋水了，老能憋了。谢谢你们关照我。
的儿子。应该的。孩子呀，妈给你拜年了。啊，过年好。应该儿子先给您拜年。妈，过年好。过年